简直合法，比例合规。但在电话会上给出的关于共同富裕的理由，让投资者一时难以接受。编辑郭楠前有美团 CEO 王兴解构公司名称含共同富裕之意，后有千亿半导体龙头董事长以共同富裕之名解职。兆易创新董事长朱一鸣在电话会中表示，过去两年我也有减持，并且也没有减在高点，并没有改变公司发展的逻辑，大家要用这个眼光来看我们。减持跟公司股价和发展不是一个逻辑，未来减持公司股东个人需求和公司发展逻辑是两条线。感谢各位投资者和分析师关注，兆易是一家越走发展势头越健康越猛的公司，地位成为具有全球领先的半导体公司的定位，产品为满足人类美好生活的需求。相信在历史机遇期和集成电路市场发展过程中，兆易会有全球的一席地位。练好内功，做好自身工作，充分做好未来并购重组准备，为下一个并购重组阶段充足产品做好准备。